对，白仲琪先生，多谢主席。主席，我最近我搜集关于呢个 SFO 修订建议咧，咁我专登约咗几个呢方面嘅专家见面。咁其中一个咧系香港一份英文报纸嘅老牌记者嚟嘅。咁我其实我自己都系第一次见佢咧，但系成个见面就非常之深刻。点解咧？因为佢竟然拍晒台咁讲咗一句，佢话 The SFC i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civil liberties in Hong Kong。佢話證監會係今日香港人人身自由最大嘅威脅。咁其實我啱啱聽完咧都唔係太明點解佢會咁講嘅。咁但之後啊，我就即係好完全咁睇曬今次修訂建議之後，我自己都只能夠可以用離譜嚟形容啦。就好似啱啱啊發言嗰位梁生講，佢好多個 point 我都好同意嘅。如果今次修訂通過咗，證監會就會有權力向所謂香港以外地方嘅規管者提供非執法監管嘅協助。咁咩叫非執法呢？照常理，即係案件仲喺搜集證據嘅階段，未夠料拉人嘅。咁但係草案就對所謂香港以外規管者完全冇任何要求，要佢提供手頭上已經搜集到嘅證據。咁即係其實佢想查乜就俾佢查。頭先梁生都講過啦，咁其實如果你要咁，咁不如我哋索性將證監會權力俾曬佢，任佢查。咁大家其實知道香港係有法治嘅一個地方，對搜證同檢控嘅要求同嗰啲出面冇法治嘅香港以外地方完全唔同㗎喎。咁搞法我哋一國兩制咪唔使要囉。同埋個草案寫得非常之簡單含糊，好多細節提都冇提過，好似佢話合乎協助，只要需要合乎公眾利益就得。咁惡意沽空股票算唔算合乎公眾利益呢？咁到時條例通過咗未？好似嗰啲咩不誠實使用電腦法例咁樣，鍾意用嚟拉咗人先講。咁呢，即係我睇完咁多，我就終於明白點解嗰位老牌記者話證監會係威脅人身自由。所以我哋獅子山學會係強烈反對草案建議。我哋亦都認為，如果今次草案通過咗，證監會嘅權力就會大到好似 ICAC 咁樣。其實廉署本身已經係人身自由一個好大嘅威脅，但因為佢有佢嘅歷史價值，所以今日都仲有佢嘅存在地位。所以獅子山學會認為香港係不能夠容納再多個咁嘅機構。其實即係諗返前少少，大家記唔記得前港督彭定康都講過話，不是驚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我們的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嘅手裏。所以我諗當日彭定康講嘅就好似今日呢啲咁嘅法例嘅草案咁樣。好多人成日都話香港變得越嚟越差，其實咪就係因為香港原本有一啲好好嘅嘢，俾你哋咁樣好似剝洋葱咁樣一層一層慢慢剝出嚟，法治又剝，連一國兩制都剝埋。咁香港好嘢係乜？咁我哋都要講一講啦。當然有好多啦。我哋獅子山學會最鍾意香港嘅自由啦，同埋一個積極不干預三權分立嘅政府啊。咁咩叫積極不干預？其實睇返香港咁多百幾年歷史都知道，當年我哋話做自由港，咁就真係做嘅，唔係淨係得個港字嘅，係我哋連敵人都繼續照做生意。咁五十年代韓戰嗰時就係咁樣，霍英東喺香港明明當時大陸係俾聯合國經濟制裁緊，我哋香港人都繼續同大陸做生意，咁呢啲咪就係自由港囉。我哋覺得香港嘅好嘢當然要 keep 住啦，因為佢係帶俾香港人好多嘅利益。但事實上香港嘅自由，我哋嘅法治係不斷咁為中國大陸都帶嚟好處。如果唔係咁，當年我哋領導人鄧小平點解要將即咁清清楚楚咁將我哋嘅法治同一國兩制寫一本基本法入面呢？咁但係點解你哋今日仲不斷想摧毀佢哋呢？多謝主席。唔該曬。